欠着你买坐，一间厝永远是你的，为你留一打灯火，我暗嘛拢无关系。不甘看你亲像孤鸟伊伫飞，外面若受伤，着转来歇一下。若是你有满腹委屈，无人通讲话，我会伫这展开双手，为你干吗的？我会永远爱你，永远伫我心底。不管通我风风雨雨，犹在一起做，因为你是我心爱的。陪伴你笑过哭过，面对人生所有的一切，我是你永远的家。他有点长短脚。好男人啊，不看外表。你是一个拍鬼的，哪有这么压低调？我跟你讲啦，啊，咱同一个公司，算是我的小师妹呢，哈。快点画画脸。那去美国了，爱学遐个白掌啦。我嘛是去打字，到时哪有可能做家？我为啥误会就出来做工课到今嘛？我一定想要有一个家，想得我搬去家里做大好不？老师啊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让你出门跑一趟。哎呀，这件事情讲起来是我很抱歉，一开始是我跟景凤提议的。就没想到你没事的，小事小事。老师，趁您这趟下来啊，让我做东，好好请您吃顿饭，再喝两杯。哎呀，不用麻烦了啊！老师，你都专程来了呢，就留下来吃个便饭呐，哈。是啊，我们也可以顺便讨论一下景峰论文的进度。嗯。好吧，那我就不推辞了。来来来来，麻烦你了啊！不用不用，请。阿斌的，那请您坐，老师请假。好，老师这边请。等下你就找阿峰去经理本料理店，咱底下会谈。好，你就甲咱拄则决定的代志，该反悔，我无啥物参与讲啦。哦，谢谢你呢。对，本人啊，多谢你专工来去抓啦，若无我真正唔知要安怎才好。琼妈妈，不要这样说，阿峰的代志哦，就是我的代志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多谢你。结果嘞，爸跟老师有说了什么？结果呢？好在老师啊，今天愿意来一趟，刚才都跟你爸爸讨论好了。你爸爸是希望说你这个月可以完成论文，然后搬离开那个宿舍。一个月的时间，我怎么可能完成得了啊？为什么你们都要替我决定事情啊？我有我自己论文的进度，我有我自己的规划啊。红啊！你爸爸跟老师都讲好啊，你就听话好不？琼妈妈，我来跟你讲好啊。好啦，等一下衣服换一换，我们要跟老师吃饭，好，我先去换衣服。一个月的时间真的太短了，我怎么可能完成得了啊？你真的以为老师今天在台中上课吗？要不是我千拜托万拜托的，我真的不知道今天该怎么办呢。今天就先这样了啦。志根，这个。但是啊，这两天吼爱上班，我时间精力也得较乱啦。
处处无教什么家具，我搁一个人住，所以较简单。这是我房间啊。别照看。潘石，我这所在确实爱委屈你啊。你嘛安尼讲啊，是我家己要求要搬来跟你住的。你愿意搬过来，我真是欢喜的。想袂到你这么贤主家，阮妈拢讲哦，十个人袂当入灶卡。我无种传统的观念，你若爱食，以前我逐工拢出来食。想哪样？较早到宿舍的时阵，我一工场下班回去就是睏。安尼食饭，好有趣的感觉。当初来台北的时阵，我嘛感觉就是寂寞的。但我从今麦开始，这就是恁两个的厝啊。不然啦，啊，都安尼讲定啊吼，啊你回去，就请恁爸爸妈妈看一下日子嘞。好。爸，看什么日子啊？我先去把行李放车上。我送你。不然甲我讲订婚的代志啦，我感觉真好，恁啊，紧甲这个代志办办嘞。爸。这是我的代志，为什么拢无人甲我尊重，甲我问过啊？婚姻大事本来就是爸母咧做主的啊，你咧大主大气，我搁惊人无要治你咧。好啦，这个代志，大呢，
月底之前把你的论文哦消息。爸，好啊，莫搁惹恁爸生气啊，知无？阿伟，阿你这想啥啊？无啦。我问你哦，美光敢甲你讲，迄个查甫是啥？啥物查甫？你唔知哦？啊，秀清姐着四界甲人讲，美光交一个男朋友，即马阁大做伙呢。美光搬出去啊？对啊，够戆的啦！我来讲，美光安尼哦，到尾一定互放煞。啊，小说拢安尼写的啊。你有血无？血。无啊，要紧我有。你是新来的啊？对啊，我拄来无几工。啊，师傅，你无要休困啊？休困？师傅袂忝，师傅介用的啦。啊，不过哦，你若是会忝哦，我会当带你来休困。讲笑的啦，我是惊你唔知王东休困所在伫倒位，我带你去咩？你帮我靠来找你，好吗？穿啥货啊？李官，你哪来？你听讲你搬出去哦，害我带一条，想讲来甲你看看。就是讲，你是来看看我妈遐尼冲动。你头壳一定拢做清楚啊！你哦，一定是感觉伊袂歹，才甲伊做伙啊。其实我无感觉伊袂歹，伊有淡薄仔长底卡，甲伊做伙，我算是吃亏啊。不过三年这种对象，靠完全够吗？至少我会当放心袂伫外口白来。原来你是安尼想哦？那不是因为看到你自由恋爱这么幸福，我嘛无迄个勇气啊。有你再见，我想来照。李冠，有你，你想来照。Thank you.
不用吃饭哦。我想过啊，你修理电器这么厉害，以后啊，咱若修一间家己的电器行，生意一定就好。好啊。开店嘛，爱一笔钱。那安尼以后，你的薪水除了寄两以外，剩了跟我家好讲好吧？好啊，我听你的。阿红，美官，你哪来啊？我本来在楼下找方云英啊，听讲你有伫个，我就起来看看。啊，你来找伊有啥物代志啊？我想要去花啊，安那，你有要甲我带花啊无？你要去花啊？你欠钱哦、喔。我想清楚啊，我袂阁浪费时间啊。我要甲祥德结婚。结婚？遮尼紧哦？我拢拍算好啊。我现在跟祥德大做伙，两个人好好打拼，好好欠钱。安娜，你有要插一卡无？好啊，那是会当跟你斗相共，我拢好。好，那安尼青梅甲叫伊进来，你嘛替我问看卖好不好？嗯，我帮你问一下。虽然哦，最近找头路无啥顺利。啊！不过这次，我感觉我一定会成功，我一定会甲祥德结婚的。嘛拢无关系。不甘看你亲像孤鸟伊伫飞，外面若受伤，就转来歇一下。若是你有满腹委屈，无人通讲话，我会伫这展开双手为你干抹茶。我会永远爱你，永远伫我心底，不管窗外风风雨雨，犹在一起做。心爱的陪伴你，笑过哭过，面对人生所有的一切，我是你永远的家。
一早九点要伫遮练唱歌，我足足你毋爱来啊嘞。我讲九点是叫你家己先练唱，毋是讲我九点要来。啊，你叫我教你唱歌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这么无礼貌？不是啦，我不是这意思啦，你别误会啦。啊，谭秀霞，你的台顶去啊，我给你用手，好不好？不用啦，我肚子枵啊，麻烦你去买一碗面啦。哦。等一下，我汤要较济，白葱啊，番仔姜半汤匙。哦。你有钱无？哎，这是你的面，啊，谢谢你啊，常来，小心烫啊。哎，这不是我们的明日之星吗？王强哥，你小声一点呐，我很丢脸呢。啊，你都要做歌星的人了，有什么好丢脸？还怕人家知道啊？啊，最近怎么了？没有啦，我今天唱歌哦。啊！一直被那个神派嫌到无一块好的呢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唱歌了。不会吧？我觉得你唱的挺好的呀。反正哦，那个神派说啊，我要发唱片哦，还是要很多练习啦。啊，规定不叫简单呐。那他说的也对呀，你就多练一练吧，啊，一定没有问题的。哎，怎么了？看你闷闷不乐的。没有啦，我是在想哦，啊，我原本以为签约就会有钱拿呢，啊，可是我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唱片，啊，我都没有赚钱啊。哦，这还没钱赚呀？那你吃饭的钱有没有啊？没关系啊，宿舍有生力面啊。生力面？你吃那个呀？那没什么营养啊。你呀，唱歌要用力气，没有力气你歌就唱不好嘛。我看这样吧，我给你煮一碗牛肉面吃吧。哎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啊，不要不好意思，这样好了。在你出唱片以前来，每天来我这吃东西，当自己家厨房一样，爱吃什么吃什么，记在账上，这总可以了吧？啊！哎，王强哥，你怎么汤啊？什么汤不汤的？啊！等你当了大歌星，我再找你收账，我还怕你跑掉不成吗？啊！啊，那汤不汤啊？汤了，汤啊，牛肉面有汤啊！你坐一会儿。云蓝蓝的河呀，曲曲又弯弯，柔弯弯。往左左边，嫂子孩子都睡了吧？哎，没事儿。什么事你说？是这样的，上回啊，托您寄的那封信啊，怎么这么久了都没有消息啊？是不是香港那边出了什么事儿了？您那信我都照转了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？啊，好了，对不起了，说太急了。
可是啊，我很担心我娘啊，我很想要知道我老家的情况。说不定是当地的油菜耽搁了，你先别紧张嘛。哎，好，那这样，我又写了一封信，啊，好，麻烦你了啊，我先进去了啊，好，好，麻烦你了，谢谢啊，啊，不客气。不孝，不在您身边，您要好好保重啊。金秋晚晚，雨影的草地儿望不着边，刘洋啊，张妈，你找我？哦，今日有一通电话要找你的啦，啊，我煞未去跟你讲，啊，是叫蔡文兰的。啊，叫你甲回一个电话者。哦，好在。啊，迄、那个蔡先生吼，你电话甲我讲吼，讲你要到到一个月月底，啊，敢有影哈？这件代志我要决定啊。张妈妈，你会当给我小按揭无？好啦，反正名称我甲你留着啦。嗯。啊，你也看安怎吼，啊，随时甲我讲吼。喂，哎，为什么要安尼大主大意啊？甲咱妈讲，我要待到月底。你伫生气哦？你应该先甲我问啊，这是我的代志。我知影这是你的代志，所以你要赶紧啊！啊，咱要去美国要准备的代志足多呢，你拢无替我准备，搁为着这款小块代志来搞我生气。这哪算是小块的代志啊？我问你。我顶届请你想的问题，你敢有想好势啊？就是我上次跟你讲伯克莱的学长，他已经回来了。明天我要请他吃饭，你也要一起来。我明仔载要写论文啊。有差那一天吗？明仔载的事就重要的，你一定爱来啊。我论文嘛真重要啦。啊，你今仔是安怎啊？我甲你讲。明仔载十一点，我来接你，就安尼。No wonder they all say that marry me is the only sensible thing you ever did. 警报！你好久没有陪我玩了，我想要抱抱。好久没有抱抱我了，来嘛，来玩。我要玩躲猫猫。
好久没有抱抱我咯。我不是你做的吗？你不是台湾女工吗？来啊，来抱抱我啊，来啊！你是创啥？无啦，我看你安尼规天敢若人无爽快，来我给你倒擦干房啦。没有，我家己来就好。袂要紧啦，伊面还好吼。放手啦！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你的代志啦，这互你放啊。你看，紧嘞，大家在等啊。哎。你快，快来！我朋友来吃饭，请出来给你看。再给他往回带啊。你里面请。来来来来了。哪边请？好，来，先上我们这边请。好，好。等一下，尽量点，不要客气。我请客。人家客气，请坐。学妹也不要客气哦，尽量点啊。好，谢谢学长。人家请。鳗鱼你有吃吗？那米来点对不对？还有他这个米粉可以吗？我来点好了。他这个小菜也很好，来吃吃看。这间餐厅安尼看起来旧旧啊，我了准讲吼，这旁盘啊是欧巴桑，想袂到是这种年轻小妹妹呢。可能啊，请年轻服务生可能比较有生意吧。我之前就有听人讲，是台湾这胖婆的小妹，拢会甲人客安尼打情骂俏，叹几步啊。我嘛有安尼听过呢。留学生在美国端盘子赚学费就比较高级嘛。在台湾。嫁的人做工课才辛苦，我让恁讲到这歹听。阿红啊，阿你哪只生气？阿迄个人你识啥？伊是我的朋友啊。哦，恁朋友啊？你是不是常常来这吃饭？安尼识啥呀？唔是啦，我是伫工厂识啥啊。工厂，安尼唔到入工，你哪有可能熟识啊？阿红哦，啊，静静哦，伫工厂做调查的时阵熟识啦。他们社会系啊，常常要去做田野调查。啊，我们不讨论这个，我们点菜。啊，好。学长有没有看我想要吃什么？他这里的海鲜哦都很有名，这个蒸海鱼。哦，好。它这个拼盘也很不错，也可以。先小姐，请问要点什么？这个蒸海鱼来一份，然后那个拼生味也来一份，然后玉米鸡。雅慧，俺们跟羞羞的进来啊，再出来跳舞啦！啊，别给了。师傅，这个姐。淡薄啊散散，今天爱吃较济哦。真个，刚才恁爸是谁？想要怎啊吼？谁啦？无礼貌，睁开来囡仔就是安尼啦，恁爸妈无甲教的哦。
真好，一个你妹无甲你处理，你妹甲我说讲啦，卖走，你等下，哎，立坤，你敢知啊？我一句话你两个拢免走啊，等下。我餐厅的师傅，自我上班开始就对我无礼貌，今仔日佫对我卡来手啦，我真生气哦！就甲食剩的菜倒伫个身躯顶，结果你敢知影？伊竟然当大家的面讲我无赖，今日佫还我回死咧！我爸讲去迄个所在上班啦，明仔载我就甲头路细节薪水算算，爸你有钱。我为什么要跟你讲？什么代志啊？我们公司当年当天王刚做一个身体检查，医生讲我心脏可能有问题。心脏有问题？那哪有可能？你平常时就好好啊。我嘛是安尼想啊，所以尾啊，我去大病院去做一下检查，医生确定我有心脏病。要安怎啊？食药敢有效？医生敢有讲啥？啊，是爱开刀啊？医生讲我先找我控制，若是控制袂好，可能。可能啊，无得甲食药就好啊。恁俩做伙无外久，感情是讲感情，即摆分开对你较好。分开，你啥物意思？今日还阁会记得咱头一次见面的时阵，你教我面试的撇步，阁讲咱真有可能会当做同事。咱出门打着狗屎，你拢讲迄是好运。时阵的你，这么乐观，这么自在，
你现在破病啊，咱做伙面对，我会陪你，我会一直陪你。你外过来看我。不准再讲分开的事情。你收一个喷金龟，你嘛少注意一下，用到规头甲油腻嘞，你创啥物好我倒的哦？你是安怎大家都？安那啦，我敢讲唔对？是嘞，我有改注意。上好是你的是嘞啦，走啦。阿良诶，来啊，先煮啦，我较等你哦、喔，臭咪毛！你男朋友真正有心脏病啊？我看病医的诊断书是安尼讲，无唔对。我烦恼伊若是袂当做工课，就爱看我手面清水啊。所以餐厅的工课，我较那无介意哦，我嘛爱忍耐。余辉阿的代志哦，可能以后才阁讲，歹势嘞。三八啊，无紧啦。是讲，恁交往嘛无偌久啊，恁拢无拍算要改，安尼。我甲伊的未来进程已经计划好啊，而且我对伊有感情，遮个感情哦，袂当浪费啊。你莫讲啊啦，我进前表姐夫就是安尼啊。哎、欸，医生有讲哦，有心脏病的人，袂使让伊休去，嘛袂使让伊休，袂使迄个啦，啊袂当这个，啊袂当迄个，是袂当嘛？哦，就伫咧怀孕的时阵啊，会形容啊，太气哦，心脏在疾病啦，疾病就是啊，没有不敢，正经的啦，哦。这啥？这是我去听的呀，听讲这形容足好呀。啊，不过我今日食药啊，敢那个啉济啊？我问过中医师啊，伊讲会用的，紧啉啦，只听无少，无你会怕死。嗯。谢谢。嗯。来，这是我去文殊宫求的，你等下再伫个神风边，也给你保庇。你想讲他救了？嗯，我甲神明忏悔，讲我卡啥无信算尔，然后才救着。大家拢讲叫灵祥，你等下早点醒不着。
朋友啊，可那。心脏病，袂当生气嘛，袂当激动啊。无遐尼严重啦。喂喂，哎呦，你创啥啦？先困涂骹。咱先暂时滚过困啦吼，安尼对伊较好啦。啊？明仔再过来上班。哦。阿伟。我明仔要去联谊啦，啊，查甫迄边哦有六个，我刚刚找到五个，你要跟阮斗阵去吧？嗯，我无兴趣啊。恁要去问秀清啊不？一定袂答应的嘛。系啊，保底卡会去互伊买。阮小红啊，秀清姐啊。你不是在写鲁港的论文，明仔再来遐哦，那是工厂的啦。你若是跟因开讲，一定就有帮助的。考虑姐，来嘛，来啦。哎呀，咱坐巴士的拢到啊，你来遐慢哈。敢是袂来啊？袂啦。跟我斗阵办这活动是我的好朋友诶，啊，你别甲人放假啦！你来看者，会收红无？有诶，讲诶，来啊来啊！哎，阿哥阿哥，歹势哦，阮弟倒啊，你说小娃靠伊收路啦？无要紧啦，我嘛是才拄到尔，啊。那你干哪有舞台哈？有啦，较难搞啊！您稍等一下哈。好啦。好，来啊来啊来啊！哎，伊搁食槟榔呢，年纪看起来还怎样？细汉啊！我去听伊话。阿妈呐？讲要开片，嗯，啊，咱一台再一台啊，好，好，来抽手时，啊，来，合起来，合起来，合起拢来，来来来，是抽手时啊，抽手时啊，你大姐就知道，拜托，唔要抽人食槟榔，合起来，啊，还怎样，小姐？哎，你哪样呢？哎呦，小姐，抽手时哦。哎，目睭开开，袂使偷看哦。哎，哎，啊，等下听到啥手牙姐啊？哦，啊，啊，服装小姐，就在厝下了。好啦好啦。我先。这气包。进。啊啊，卖遐准啦。你看着。好啦。啊。你好，今日好阿仔，行，出发啦！
只要唔比我较省的啦，我带伊行一条较近的，一定比伊较成功。加油！白姐啊，我冇派伊。哈？即大啦，文宝，嗯啊。你哦，你车骑遐紧，谁注意票？你车若骑也无紧哦，就无算啊你。好算，你是伫算命哦。哎，真正有足侪妹妹哦，坐我这台，伊拢讲哦，安尼真相拍呢。哎，咱拢咧工厂咧做工，你创安尼只有干那啥哩？你千金小姐。我哪有啊？够行！你安尼黑白骑车，足危险的，足无尊重人的。哦，歹势啊！歹势啊！安尼会知袂？坐咧啊！今日啊！哎，啊你几岁啊？我今年拄满二十。我大你四岁啦。四岁？二十四岁。哦，无怪哦。这老遐啰嗦。啊，你做女工做几年啊？我看你交遐个女工较无共款哦。啊无，女工就应该安怎？女工啊？女工就是无读册啊，佮爽啊，啊替厝内趁钱啊。啊，老啊，就凊彩找一个人，凊彩嫁嫁啊，就安尼啊。你哪会安尼讲啊？你看女工真无好。我哪有看袂起女工啦？我是咧讲阮两个姐姐，我就是足独人，阮两个姐姐哦，遐尔可怜。阮小妹哦，国小一毕业，阮爸就要送伊去工厂。我讲免，我出来趁钱饲家。啊，阮小妹吼，即摆读高中，哎，伊个学费吼，都是我咧拿的哦。行啦，哇，无哦。哎，啥啦？吼，我那是车歹去哦。我甲阿梅哦，搁抓做，你甲伊哦是到几多约会？哪有可能啊？阮车修理好，你已经煞。啊，讲到这吼，今日甲我载去个，我讲三句，伊应无一字啦。我也是哦，去看我的小说，较快活。哎呀，我亲回来了呢。啊，淑丽，你是安怎？无啊，没得钱。有啥物代志，你就讲出来啊，大家才会当甲你斗相共啊。啊，着公司请干女小姐教我唱歌啊，啊，不过我哪唱，伊就是安那嫌，嫌到我唔知影要哪唱歌。
感觉怪怪。甘瑞小姐，我却无啥介意过。哎，大哥，王强，来来来来，信来了，信来了。张妈妈一喊我，我就来了。哎呀，可让我盼到了。别急，别急，哎，好好。我不孝，我对不起你。我本来也希望在退伍之前申请结婚，给你抱孙子。可是我不是军官，他们不让我结婚啊。老王，你今天早上让电话删了。娘，老包子让你饿死，老蒋让我们家绝子绝孙。我恨啊，不公平啊，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大丈夫没有杀过人啊，老天爷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不公平、啊！哎呀，老王啊，啊你是开笑哟的，啊你是不是被我两个枪毙哟的？最好把我枪毙了，把我枪毙我就见俺娘了。给他跳跳为什么？哎，老王啊！为什么？我找你死老母的金刚靠啦！俺哥你还叫江湖的强？你是不是你好阿爸死啊？跟我看够是无？讲到恁家阿山哦，现在心巴真正惨呐，想要创啥就创啥，想要安怎就安怎。阮家迄个老张哦，想要做事就真正去做事啦！啊，你即马是安怎？哈？你两个钢铁，你都一定要赶快没有了。我没有了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没有，你赶起来了。我娘也没了。起来。啊，拍摄啦，啊，伊都得起笑啊，无代志啊，有代志啊。啊，拜托啦，唔好讲讲啦哈，拜托啦。有代志啊，有代志，走，你去啦哈。啊，谢谢啦，谢谢啦哈。是叫你探小林，我无想甲你骂啦，你今日讲话话啊，还唔知好过无？夏祥德，我甲钱交予你，唔是要予你阿后边开钱？你哪安尼讲啊？迄是为你好呢。我食啥穿啥，你拢袂管，还跟我作伴呢？你是咧讲啥？迄是为你破病啊！跟我破病，我就做烦恼，是不是？卡早我转来，我感觉有假的感觉，因为我即摆我转来，我未输一家同款。规天管我这管我那，我连个表叔都无用的，我连我未输会知影无啊？好啦，好啦，你莫遐生气，莫遐激动啊！安尼对心情无好啦。什么都是为了心情好。即摆连你都唔肯花卡，咱到底什么关系啊？你莫忘记，我果是一个查甫人。
我从小老师跟我才是他妈干的还是我想问苏丽阿姨，可以吗？你也能看见我，我才不要说。照片差那么多，那哎呀，我不介意吃冰糖的啦。哎，我也是卖吃啊，啊我那是无吃冰糖，你要叫我出去吧？你现在那拢不爱叫我的方式唱啦？有啦，我等于吼有用种方法去唱，啊，不过你的唱法我拢学不起来嘞。这件代志到底是伊的问题，还是我的问题？牵挂。